当着夫人的面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一遍。哎，什么事儿？装什么糊涂啊！昨天晚上你去青楼刺探情报，你在那儿喝酒，我在门口等着你。是是是，您在门口。废话，我不等着你，你怎么回来呀？我扶着你回来的。哦，大人扶我回来的。多谢大人。啊，不用客气。 就是啊，你看这个，今日午时，翠香楼拱桥。哎呦，二位爷，多久没见您了？来来来，快请快请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快请。玉口，您都多久没来了？快请。 你拿的什么呀？招待起来！请柬，我早上看见了，它和秦朗都有请柬，还得有这个呀。你这么厉害啊，深藏不露，那只有一个怎么办？ 二姐，你先进去，我再想办法。再打晕一个，那就看谁倒霉了。小心点儿，放心吧。爷，看一下您的请柬。啊，孙公子里边请。最后一位。